强烈来袭，全台天气急冻，屏东车厂还吹起了落山风。下午台一线往垦丁方向，有路灯疑似被吹到断裂，倒在路中央了。还好倒下的时候没有人车经过，否则被砸中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而针对目击民众的说法，当时可能有达到11级的阵风，行经的时候车辆都在晃动。不过究竟路灯是被吹断的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？都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